这个出场有点，这儿仪式感啊。对，哟，电影院，哎呦，要私人电影院，是不是？得有整什么恐怖的？又是密室啊！不会掉什么东西出来吧？吓人啊，对不对？一会儿砰，四周往后一倒，一会儿砰，四周往后一倒。哎，为什么感觉这个是可以？就每一次其实没什么事儿，要坐吗？是要坐吗？坐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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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，今天唯一的女孩。我觉得这个有问题。这椅子会往后倒吗？你感觉这个，不是这个不应该是能掉下来。 这个节目一点信任都没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，我觉得你还靠着点做安全一点。万一呢？贵阳清新凉爽，充满活力。哦，介绍贵阳，森林之城，避暑之都，享誉全国。我们深圳的老家，这里也是多民族聚居地，伦敦上午早已写入了贵阳人的基因。 在本期节目录制之前，节目组采访了200位贵阳市民，让他们填写了一份有关音乐的问卷。哦，帅哥，你好，你好的，一下。可以打扰你一下吗？我们是奔跑吧节目组，我们现在在策划一个青春歌会，这里呢有20首歌，你可以从中选出10首，引起你的青春，一生有你。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？最喜欢这首《我的舞台》。那用手机可以播给我们听一下吗？我的舞台，我的舞台有自己身材。那个我为歌狂，我为歌狂，对对对。你的青春，我的青春，好像都一样，就是一样。如果在我的红尘里，这个青春就叠起来了。这个还行，是我演的吗？你拍了这个戏。 刚才我和李晨两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那下就飞两个手。所以跟你们说不要出声是吧？那你们知道我们在？真的很配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奔跑吧兄弟。回养的朋友们，跑来了喽！欢迎回家。好嘞。<笑>欢迎各位成员来到贵州贵阳。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贵州大学的体育馆。今天除了你们之外，我们还邀请了400位来自贵阳的朋友们，他们当中有来自贵州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，也有来自社会各界热爱音乐的贵阳青年。因为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地，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当中还有很多来自苗族、侗族、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朋友们。再次欢迎大家！ 拿的什么东西？这是排练好的动作是吧？好像感觉是个法宝是吧？看法宝，是要收了你们。收。<笑>我们都知道贵州人其实非常的能歌善舞，而且贵州有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。就是。贵州人的骄傲。这是贵州的百灵鸟，这是贵州的贵州小骄傲。
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主题就和音乐有关。除了你们以及我们现场的400位观众朋友之外，我们还邀请了一支非常帅气的唱演组合和我们一起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。有请知名男子组合 Into One。怎么被拉的你看这个造型啊。全部世界心不红眼里火焰跳动，他不让你经过阳光闪电如今吹着风，其实每一个节拍证明着不去爱，你不是陪你走的未来，骑上流星前程还找一个答案，做什么梦才算不猖狂。 The way we go， 现在接受未知的比较，让时间最后我重启迎头，热烈的心绝不会不朽。不凡也走，复活的熊，受过的伤，留在平行时空。是痛，也见不得神，麻木的血，来过这个战斗。在下一个人文明面前更迭，告别了我的话，来去个疯狂的世界。他的零件点重建，不会记得每一次艰难，证明着不出来呀，前方四百投入的未来，当我们是想寂寞外，其实没有心间深海找一个答案，做什么梦才算不张狂。 The way we go， 现在接受未知的宇宙，让时间去后去心情走，热烈